是今天的主持人怡萱，让我们欢迎怡姐老师。怡萱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老师，那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学员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让大家能够更快的认识您。好的，我本身呢、以前是机械背景，那在这个业界里面啊，毕业之后从事这个业界，还有教学训的教育训练这些课程。大概有18年历史了。哦，18年。对，老师看不出来，你看起来很年轻哎。谢谢。18年，太久了，太厉害了。那这中间也曾经呢、原厂 AutoCAD 的原厂，聘请我到原厂去上班。老师，你有到原厂去工作？对。哦，大师大师。哇，那我们 IT360可以请到怡姐老师，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耶。那想要请问一下怡姐老师，未来想要在我们 IT360开设什么样子的课程呢？第一个课程啊，当然还是以我的专业啊，机械领域为主。所以我可能会找一些比较生活化的范例，比如说像手推车，这些范例来开设。所以都是一些生产的自动化的生产的设备哦，以主题式的范例来教同学你怎么利用工具，然后从无到有去施工出这些。所以等于是前端设计的部分教学。对。哦，那除了这样子机械的设计之外呢，老师还有要开设什么课程吗？所以我也会在IT360里面开设室内建筑的一些整合应用，比较高阶的，比如说像剖面线的制定，还有像聚集的撰写，还有像出图的一些应用，图块的规划，这些课程。那这些课程是目前业界上有的吗？还是老师您独门的课程？像剖面线的制定，或者像聚集撰写，目前我还没有看到。所以老师是您的拿手绝活独门课就对了。哇，那很超值哎！因为比较高阶，所以我发现外面好像很多同学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以来上课。老师，那我想要请问您哦，就是像外面啊开设 AutoCAD 这种教学的课程非常的多，那您觉得您和外面的课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学生可以在里面学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经验吗？好的，外面大部分的 AutoCAD 课程啊，都还是一个比较知识的，比如说有讲义、有尺寸，那我们利用 AutoCAD 的这个软体把它画出来。那我的课程里面这些尺寸是跟同学讨论，让同学来制定，所以没有讲义也没有尺寸，没有哇。那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同学他需求是什么，我们来讨论，然后来施工，然后把整个模型建模出来，所以每个班级可能画出来的产品，所以设备其实不太一样。那这样老师你们真的要有非常深厚的底子，才可以一般一般这样子把每个学生给拉起来。有时候同学也给我很多的一些回馈。希望同学们未来一定要在 IT360来上我们怡姐老师的课程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